10月19日是李现的生日，日女星转发李现的生日快乐微博，并送上祝福。稍晚，李现在其微博下回复谢谢，还附上了一个调皮的表情。大型追星成功现场引起全网热议，粉丝们纷纷评论：有祝福就要回复呀，有礼貌的男孩子，哈哈，追星成功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